时候，他们只要说赖声恩要出来表演，马上冲出来看。谢谢。对啊，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。哎，那声恩，你可以跟大家就是有那么多歌迷在现场，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你都在做些什么？最近呢，我在跑一些商演，然后最近也要比一个内地的比赛，是选秀比赛，对，也是选秀比赛。对，然后最近一个要为我们台湾争光，加油！就是最近也在跟那个二班的学姐叶伟婷要主持那个外景节目。哦，外景节目，對對對，哪一个节目可以透露一下？在那个圆明台原市的。原市的。对，一个介绍原住民传统音乐的节目。哦，那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啦。对对对，谢谢。OK OK， 那圣恩呢？其实呢，这一次的活动，你知道他们早上有去采街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其实记者会上你有看到他们？有。我们刚刚就是那一群吗？对。而且不止哦，是有非常多的，然后他们可能现在去各地休息。待会呢，你也可以在我们园游会里面逛一逛，因为园游会他们里面也有几个闯关游戏，就是希望能够教导一些青少年一些正确的观念。对啊，一定会去的那种。OK OK， 那圣恩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下一首歌，再带来一首，也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的星光上班总决赛，有看过吗？有啊。那大家还记得我穿了一身红色，然后这边都是鸡毛的那个衣服吗？有，我记得，我记得。接下来就带来这一首歌 ，Ricky Martin 的 Shoe Bangs。OK， 又是一段劲歌热舞哦。对。我希望你们在下面可以跟我一起嗨，好不好？把今天这个场子炒热一点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赖声恩。你们走了。